第一印象就是小小的，很腼腆，爱笑，纯情男高生。乌龟？为什么？干什么都慢吞吞的。驯鹿吧，就是驯鹿。天的鹿是被驯服的鹿？不是，是鹿，但是它有脚的那种，因为它外表像鹿。哪个鹿没脚？有些鹿的脚很小。他啥都能穿，他平时穿的比较上眼感的，然后也比较符合他本身的一个气质。我印象中他总是穿那个棉拖鞋，穿很舒适，舒适为主。我是这个。我你做啥？我做的是你是啥？摸摸观众，有点重量，是不重，不重，不重，好，放一下。